合在一起一样。嗯，然后嘛，又想着我们毕竟岁数还不算太大，就想再要一个孩子啊，希望这个孩子能成为两个家庭的融合剂。哦，他就不太想要两个孩子，就各自的孩子都不在你们身边。我们都是双方的老人带得多啊，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俩就是两边孩子两边这样跑。那是辅导学习嘛，就是你去辅导你儿子的功课，对，你去辅导你闺女儿的功课。对，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两个孩子会聚在一块儿。那两个孩子的关系好吗？因为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嘛，就是玩起来不会像比如说两个男孩或者两个女孩那么融洽啊。然后现在孩子都比较独立啊，也比较从小比较宠啊，就是个性也比较强，偶尔会有一些小矛盾，但是基本上来说还好。四个老人有没有坐在一起啊？这就是我感觉最主要的问题了，就是我们俩结婚快两年了吧，四位老人至今只见过一次，就是在婚礼上见过一次，后面没有任何来往，所以我觉得就很尴尬。不是，那为什么不来往吗？一个是住的距离比较远嘛，还有一个就是各自忙孩子，也没有什么时间来往。哦，你们去各自的家里面给自己的孩子温习功课，然后再回到你们现在的你们两个的那个小家，大概晚上大概路程乱七八糟的时间是一个怎么安排？比如说下班以后你们就去了，可能什么时候能回到家里？到晚上十点左右吧，九十点钟啊。哦，那实际上面你们俩等于没有太多的交流时间了，是这意思吧？这个也不是，因为我平常工作非常轻松啊，然后基本上如果我的空的时间，我都会陪他。比如说晚上我也会到他家里面，然后看看儿子啊，这样。然后他呢晚上也会到我这边来看看丫头。接下来咱们问问哈，先生是想再要一个孩子，嗯，对于这个想法你是怎么，你的考虑是？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嘛，一男一女嘛，一儿一女。嗯，我觉得就是说，那让儿女已经双全了，对吧？啊。然后呢，我觉得现在生一个孩子的话，首先我这个年龄35岁，已经可以算是高龄产妇了。首先在这个怀孕和生产上，我觉得会有一定的痛苦和风险。嗯。二一个，我觉得现在养个孩子压力太大了，不管是，经济上啊，还是这个平常的照顾上，我觉得可能都不太跟得上了。因为已经有两个小孩了，你要再要一个的话，我一想到那个奶粉尿不湿的日子，我觉得就挺痛苦的，所以我就不太想要。啊，您怎么考虑的呢？一方面呢，他是自由职业，比较闲啊，要闲呢，就是总为一些小事情就发脾气嘛。然后我总觉得，可能有个孩子以后，他的那个注意力啊，就更关注一些了。啊，然后呢，这个双方父母能有更多的在一起接触的机会，啊，会更好一些。哎，我问个问题哈，你们为什么不把两个孩子都接到你们的家庭来呢？这个问题想，这不是就解决了吗？想过，但是要爸爸妈妈带呢？我提出来过，对对，但是反倒会影响我们另一段婚姻的那个他性格上的问题了。他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嘛。你给我举个例子，他在什么时候会发脾气？就比如吧，就是前一阵子那个他和丈母娘带女儿去参加一个少儿活动，然后我在家也没什么事，我说我送你们去吧，然后我就在那等你们，你们结束了我再接你们回来。然后呢，他结束以后打个电话给我，我就在附近嘛，我就赶紧把车开过去接他。大概路上因为周末嘛，又是晚上高峰期，堵了一会儿，大概不到十分钟吧，他就在路边上等了我有十分钟左右，然后上了车就开始发脾气，说为什么你没有停在我站的地方等我，让我等那么长时间，让我在底下吃灰。我心想，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十分钟不到，你就是打个滴滴，人家等个几分钟，你还得给人家五星好评不是？嗯，对吧？所以就这种这一类事情特别多。嗯，我想如果总是这样发脾气，我能包容他，但是我万一哪天就是也跟他发了脾气呢？时间长了，夫妻感情不好了，如果有个孩子的话，这些小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淡一点，整个婚姻结构也更稳定一些了。我方便问一下，你们上一段婚姻为什么没有走到底的理由吗？我的话是，我觉得是我的原因更多一些，因为那时候自己比较年轻，首先对婚姻是什么和家庭是什么不是特别的理解，就好像就是稀里糊涂的结了婚，生了孩子，然后又觉得就是因为脾气不好啊，就是一吵架那就不过了，就这样。我觉得我的原因会多一些。您呢？我是因为其实差不多。来，周军老师。哎，我觉得就是情侣或者夫妻之间的这种争执冲突有好多种，有那种狂风暴雨式的，还有像他们这样的和风细雨式的。
我其实听了以后，我觉得两边都有道理。站在男方那边，我且不论是不是说因为现状他觉得孩子是连接你们婚姻稳定的一个纽带，我觉得到了他这个年龄，40岁的男人，他可能非常非常希望有一个小生命来到自己的世界里，然后他重新看着这个小生命慢慢长大，他像呵护一朵小花一样捧着他，似乎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那女生呢，事实上我觉得可能从你内心深处你是拒绝再要一个孩子，因为要一个孩子我们知道除了生育的过程，其实养育的过程是最艰辛的，你要看着他长大，你会有很多喜悦，但是做母亲的会比父亲焦虑的多。我理解这位女生她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女性一定比男性要费更多的心力心血，甚至我觉得会搭上很多自己的所有时间吧。就是你可能本来可以在这个时候，女儿大了，你可以又重新回到自己享受生活的那个阶段。对啊。那现在如果有一个新的孩子，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他焦虑的。我其实没有很好的建议，我觉得处理这个事情还是两个人的感情最重要，你们俩慢慢沟通最好，好吗？好，谢谢周老师啊。韩老师，刚才你们说到要孩子，所有的都是在想象着这个孩子出现之后好的那一面，那不好的那一面呢？你有没有想过，当你们的亲生的这个孩子出现之后，两边的老人看见自个儿的孙子孙女，就会觉得，哎呦，你看，只有那个是爹妈双全的，我这个不是少爹就是少妈，算了，我一定要对我现在手上这更好，对那个反正有他爹有他妈疼呢，我就不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太有了。因为人都是把内心会趋向于弱者的，那这个时候你们现在的孩子就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过度关注，而你们的那个亲生的孩子会觉得好像别说一家融不进去了，现在两家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谁家都融不进去，他的感受你考虑过吗？你说了，哎，我这个孩子跟两边的孩子都有各自的一半的血缘，但是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恰恰因为他拥有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基因，而那两个孩子没有，他会被嫉妒，会被排斥。我觉得你们再去用一个生命的出现试图掩饰你们现在婚姻的千疮百孔，我真不觉得你们的婚姻好。首先两边老人你们谁也没有把对方搞定，其次对方的孩子你们谁也没有真正的走到对方孩子的心里，然后你们彼此之间也是一个累的累死闲的闲死，而您呢试图用一个孩子来掩饰婚姻各种各样的问题，另外一个非常坦然地说，我知道我以前的婚姻出现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是现在的婚姻出现问题在哪儿？依然是你的暴脾气，依然是你的不自控，所以你知道啊，不知道他犯错还好说，明知故犯这事儿更可怕，这绝不是一个孩子能解决的问题。你们二位真的走在一起了吗？还只是你们的身体走在一起，而在精神灵魂感情上都还在自己过来人的一个角度来，其实就是要正视现实生活，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能正视自己面临的困难困境，老是躲避，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你到最后你只能跑嘛，逃跑就变成了唯一的可能性。生孩子生不生？不生，吵到最后，我们俩感情挺好的，就因为他不想跟我生一个孩子，你看我们俩后来又这样了，他心里想我们俩感情挺好的，就因为我不给他生一个孩子他这样了，最后杀死婚姻的又变成那个没出生的孩子。所以调整婚姻吧，面对这件事情好不好？千万别再拿其他的东西说事儿和说话了，咱出了问题咱就在这儿解决，解决问题的方式老师们给了好多，你们先把自己的婚姻调整清楚吧。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那个老婆，我承认从一开始我想要一个孩子就是想给婚姻再上一份保险啊，听了老师们的这么多话，我也知道我们的婚姻作为一个重组家庭的婚姻确实问题很多，我们自己那个情侣不一样，普通的情侣是我们感情调顺了，我们带着这样的感情和思路我们回到生活里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
他们真是要决定和放弃一些东西，要不然回去是没有改变的，等于来咱们这儿之后，啪，鲜花一撒，回去还那么过，你们看着不也焦虑吗？对吧？男生和女生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他们自己的努力吗？请开门。有请我们的，谢谢啊，厉害了，谢谢你。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老婆，我们一回去我就和丈母娘谈，把孩子接回来我们自己带，不管多辛苦多累我都可以，你只要坚定地站在我的身后，微笑地看着我们一路前行就可以了。我爱你老婆。我也爱你老婆。